就是健康的哈、嗯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尿蛋白也轻度异常，肌都 OK。哦，就肾脏的肺功能呢，肺活量比较减少，有点脑组织一点就是贫血啦。哦，记忆指数在中度减退，所以这个就要注意了哈。要让它继续下去，然后再来骨密度，就是钙流失量比较多一点，因为钙缺乏，所以就导致骨质疏松。那其实钙全对整个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。如果心脏缺钙，心脏有问题；如果骨头这里，膝盖缺钙，骨头出问题，哪里缺钙哪里就出问题。所以钙是蛮重要的，这个也都是。再来就是这个都属于钙的部分，那血糖部分呢？这个胰岛素分泌比较低一点。我刚跟一个小姐在分享，你知道糖尿病起因起于哪里？知道吗？我看过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，在电视上是荣总跟台大医师排一整排出来宣告糖尿病的起因。是起于什么？知道吗？肠胃问题。所以把肠胃问题照顾好，糖尿病它这种问题自然就不会一直累积起来。然后这个是微量元素哈，比较缺乏是你的钙还有锌、钾。我们国人对这方面，因为身体它是多元组合，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而已。啊，维生素，就是比较缺乏是维生素 E。还有维生素那个 D3， 还有维生素 B2， 赖氨酸，还有这个是属于氨基酸。辅酶的话，是属于泛酸比较缺乏。这个还 OK， 这个还算 OK 的。电磁波的辐射比较高一点，铅，重金属是铅的部分。再让你看一下，眼袋中度异常，对，还有那个浮肿。还有眼周围细胞活性，要劳累一点。你的卵巢囊肿的问题要注意一下，这个都 OK 的。大家一个综合报告单就在这里。这是综合报告单，对，成绩单喽。秋后算账哦，我们一生的努力的成果，你看。你这跑太快了，你要一页一页弄出来。他就整个就这样子。哦。他刚才印出来给你做参考。不是你这样动是眼睛对眼睛很不舒服。你放到一页上面 ，OK， 放在这里，弄成一页。往上放在这里。再上，等一下，你不懂我意思。我知道，因为他这个不好控制。等一下，不要一页一页把它印起来，你看他宕机了。